哈斗哈斗，胖胖的哈斗。内馅好优秀，满满的巧克力。嗯，我这是加热的，所以说它爆浆了哈。今天这个巧克力爆鸡啊，真的特别特别的满足，每一颗都是胖乎乎的，里面满满的巧克力馅儿，也是无蔗糖，然后添加 MCT 油，上面白白的是燕麦碎。你们收到是这样子的，是凝固的，需要加热才会变成爆浆的。你看，真的巧克力内馅很多，然后冻啃的话就像熔岩的感觉一样，冻啃的话就像熔岩一样。一盒里面是四个，倒是三盒，太合适了。冻啃的话有点像吃那种很扎实的巧克力泡芙，官方热量我是四大卡一个，但是你们把它当成一百大卡去吃吧，我觉得一百大卡应该是最符合它的热量的。